就我没有钱，各位啊！输了，要不要冲一下？要，豆腐最柔烂。对啊，他们就没有补助款嘛。对啊，就没有补助款，等于没有钱呐、啊，各位。所以啊，各位做节目都很辛苦啊，我对于那些做节目的人都很 respect。没有，要感谢你们，你们也都是很支持。我也是做节目啊，但是我也是、啊、我没有 KPI 啦。但反正就没差，反正就是没有钱嘛。没错，我们这种做节目就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，对不对？确实，钱多一点，观众念抖念多一点，我们就吃好一点；观众抖少一点，就是吃差一点，没有来宾也没差。我有去内场上班才会这样放手上切豆腐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可能是有经过厨艺训练。可是我没有去内场上过班。那代表是你厨艺精湛啊？应该是因为从。